业生拨穗以及颁发毕业证书，有请。心跳的指尖，渐渐地
园长替我们的毕业生拨穗，请老师们入班。启蒙教育告一段落，然后即将迈向另一个学习阶段的里程碑。而对于这三年以来的学习里程，我们的小朋友可是有满满的话想说呢。接下来